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一趟旅程。今天的目的地呢是位于苗栗泰安乡的光雾山庄，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前方有 TMAX 车队，过弯时减速、压车、加速一连贯的动作，轻松的征服每一个弯。而 ADV 350呢，在山路上原厂的配置其实很快就会到达过弯的极限，所以在过弯的时候呢，必须要更小心的控制油门及刹车。反正骑帅不骑快，就慢慢来吧。线呢是从新竹经由台68线往竹东的方向，那再接南清公路，也就是122线道。那途中会经过非常多的景点，包含桃山隧道跟张学良故居。好，那当122线道来到了终点时呢，则会进入大陆林道的主线。那沿着两侧高耸的林巷，首先会到达的是光雾游客中心。但是呢，再往上走个大概10分钟的车程，会到达光雾山庄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最终的目的地。好喽，我终于骑到了光雾山庄。那这边是大陆林道的西线。那既然来到这边，沿途骑车上来的风景很漂亮。那人到这边的来也走一小段路好了。不过因为我今天应该会在中午之前就下去，所以可能不会走太远，稍微走一小段。那风景是蛮漂亮，可是今天有点可惜，就是它的阳光不够强，微微的阳光啦。刚才一路上就是。其实骑上来，里面穿短袖，然后外面穿防摔衣，夏季的其实有点冷，因为我刚刚应该车上的温度好像只有18度而已，有点冷。
走进来几分钟之后呢，就会看到一个指标，一个是往真山步道、蜜月小径跟快山巨木群的步道，那是往这边上去。不过这边路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好走，那我还是从真山步道走。这里非常的安静啊，就是刚刚前面那一段，这边比较没有，前面那一段就有那个很大的，那是蝉叫声吗？可是季节好像会有蝉吗？不就是蛮大声的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周边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植物，好美啊！这边有那个，应该是绞盘之类的，是在运送物品的吗？很特别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哦，这个是集材机在这边，然后这有重锤和吊圆木下去的。哦，这边有一些吊滑车、搬具、三角滑车。倒手滑车这些的，所以还是有在吊运木材吧，因为这个设备看起来还是蛮新的。好，往前走。刚开始到这边的时候，因为可能比较高，空气比较稀薄一点，讲起话来走起路会有点喘，但过了一下下就有比较习惯了。这边的那个林相啊，跟我们一般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看到是真的不太一样，这边的林相真的是都是又不知道是快木还是什么，对我对这个东西不了解，是说它的林相真的在我们平地是看不到，非常特别。那我开始往回走，等一下先到餐厅好了，看你们可不可以用餐。Google， 好，这里就是观雾山庄的住宿了，非常简单的房间。那前面那个这里就是餐厅，看看要不要等，如果要排队，我就下去了。Go。 哇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问一下，问一下。开始。用餐要排队吗？啊，你几位呢？一位而已。一位而已，这样是400。好，可以。吃素食吗？没有。烧烤、复线都可以。复线好了。给他做左手边第一张桌。好。那酒精给你。你要做左手边最后一张桌椅好了。最后一张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旁边要吗？不用，不用。就是没有
上菠萝前面可以进去。前面可以加。好好好。对。茶也是他们。这就是个人套餐，它餐是固定的，不用特别要去点。那那个热茶跟白饭都不够，可以再到前面去装。最后一个餐是白，好吧，来用餐喽，谢谢。好。用完餐之后上了洗手间，那现在就准备再回程。那回程的话会先去那个游客服务中心 Go。 好，现在来到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游客中心了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不过今天这边的行程可能稍微短一点，因为这边有山椒鱼生态中心、云雾步道还有云雾咖啡厅。那咖啡厅就是我上一次来的这边吃的一些米汉堡和喝咖啡的地方。我天气我觉得越来越冷，然后看一下就好。你要不要说我的事？我没钱买。这边有一些过去的林业的记录。这边还有放映室，有放映一些关于台湾山林的一些故事啊，像这个可能应该是国家森林的一个介绍，那这个是大雪山有熊森林，这个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来了，时间刚好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往那个咖啡厅移动。好，现在来到山椒鱼生态馆。进去看看，这边是免费参观的。一样有视听教室，不过一样要时间刚好了。今天时间刚好没有那么的刚好，就没办法看影片了。今天没有喝咖啡，今天在咖啡厅那边买了红茶跟马告。这红茶喝喝看吧，我刚刚在那个餐厅旁边喝的，不知道是什么茶，我看看就知道了。Go， 准备回程。哦，过中午了，已经1点钟了，天气变得有点冷，我赶快下山，天也变得比较暗下来了。我觉得等一下山路上可能有机会会起雾哦，雾来了，雾来了，看后方的雾来了。等一下我可能骑在雾中了，雾气真的从那边这样下来了，我要赶快离开咯。For a minute in the quiet it feels like it was before I get lost just for a moment thinking I'm not where I am.
And I didn't want to feel this way. Tired of being out of place. Give me a one-way ticket out of here someplace. I know I can't be happy. It's not in my head. I can sit and cry about reasons why I'm in this mess. But what good is that? What a waste of breath. It's a fine line thinking about the words unsaid and setting me free from my chest. I feel so low. I'm not myself. I feel so low. I'm not myself. Was there something in the wind? Was I meant to be pulled apart from everything I knew, like golden leaves when it's their time to fall? But I didn't want to feel this way. Tired of being out of place. Give me a one-way ticket out of here someplace. I know I can't be happy. It's not in my head. I can sit and cry about reasons why I'm in this mess. But what good is that? What a waste of breath. It's a fine line thinking about the words unsaid and setting me free from my chest. I feel so low. I'm not myself. I feel so low. I'm not myself. I feel so low.